这堆满粪扫的所在，阁会当闻到阵阵的臭味。不过这毋是粪扫场，是位伫大美人美大桥下游的堤防道路。因为这两年大雨，让四周的环境变甲真垃圾，嘛让附近的居民是抱怨连连。啊，都顶间都讲过，都讲规个安尼烂糊糊，啊拢无人要做，啊树啊你要看呢，堆落来到迄落，啊阁蛇阁结济。那饭食啊，哦，不是一般的蛇哦。有危险哦，有诶。这路桥都要注意啊。哎呀，无你啊，像安尼，互人摔过，你就离开伊。这堤防道路唔那是四周有环境垃圾，边坡的土沙马拢吹落来，连道路拢受损严重，会当讲是相当危险的一条路。大埔乡民代表张启合表示，今仔嘛有人伫遮发生重大车祸。这一段都是土堤啦，哦，那因为它。平常都没有在保养，这从这个路幅整个突然缩减，这里也没有一些交通标志，造成村民常常进出村落的时候都会产生这个交通安全的问题啊。啊，上次有一个民众也是在这里也是发生重大车祸。看到这危险的堤防道路，张启合嘛指出，讲过几落届，但是一直拢无处理好，所以希望相关单位爱来重视。咱这规段土堤吼，这无改建都厉害啊！啊，这重点这规个土堤拢切落来，这个无整修。哦，啊，这路面破损，安尼这交通安全、这卫生介类，这拢无相关的单位来甲咱重视吼、哦。我想这平常时的维护，这拢无够啦。针对这堤防道路维修的问题，地区河川局科长洪兴良表示，因会尽速来了解，希望用上紧的方式来解决民众无方便的所在。记者真心长报道。